下班喽。哎，老板，你先别走，你下班跟我回家。啊？干嘛？我妈说要过来，她要看看咱俩上次吵架之后的感情怎么样了。不是我跟你连情侣都是假的，我们有什么感情啊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但是你帮我应付一下她嘛。那她会待一会儿就走，下次我请你吃饭不就行了？行吧，行吧。Later。待会儿你可千万别给我笑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我这多少次了，我都轻车熟路了。我别露馅就行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我这都不想你们俩了吗？阿姨来了。哎，你这孩子原本不都叫妈了，怎么现在叫上阿姨了？哦哦，我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，你看我这都忙糊涂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妈妈妈。啊，你先了。哎，妈，你这么晚过来，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还真有个事儿，要郑重跟你们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俩到底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啊？妈，我现在事业上升期，不想要孩子。那你呢，小浩？你也不想要孩子吗？我妈，我也上升期，我也没什么时间要孩子。那也不能整天都工作呀，那工作之余总要找点事放松一下的吧？我没有，我工作可累得要死。你呢？我确实有这个想法。那刚好啊，那你带带他，也让我早日抱个完孙。行啊，妈。我累了，我先睡了。不是，哎，妈，您今天就睡沙发吗？我今天就在这睡了。哎，你们俩也赶紧回房休息去吧。行啊。哎，我今晚就睡客房了。不行，我妈还在这儿呢。她本来就很生气了，你要睡客房不是更生气了？今晚去我房间睡。就跟你说的，睡觉喽。哎呀，哎，这是你睡觉的地儿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算你狠。弟弟，你的小两口拿点水来喝。小浩，你怎么睡地上？我。弟弟，怎么回事啊？老板，从现在开始我要叫你老公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妈说要来公司看我，咱俩不是假扮的情侣吗？那跟你叫我老公有啥关系啊？我跟他说咱俩快领证了。什么玩意儿、啊、不是，严明是假情侣，你怎么还在往前推进度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他都快到了。那说好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见你老公了。好了，我先去接他。不是，哎，谁跟你说好了？不是，哎，这还在公司呢。累的。我还是第一次来你们公司。哎，阿姨好久不见。请坐请坐。喊我妈叫阿姨呢，老公。妈，我这都工作太忙忘了。没事，改口就是啊，慢慢来。阿姨，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丽丽啊，不是妈阿姨说你，都快要嫁人的人了，还这么粗心。你老公天天忙公司都没空照顾自己，你要看水都不给人倒一杯，一点贤妻良母的样子都没有。哎呀，阿姨，她在家她很贤惠的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在家里都会给我按摩的，是吧，老婆？那当然了，给老公按腿正常嘛。是吧？我现在腿就有点酸。我现在就去给他按，行吗？舒服，就是这个状态，跟在家里一样。哦，夫妻啊，就是要这样成双成对。老公，你给我出来一下呗。我只是口装叫你老公，你怎么还装上了？我没有装啊，是你没有入戏啊。要是被你妈发现咱们俩是假的，她不会找我麻烦，是你没好果子吃。你真有这么好心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先应付你妈吧，她又不会一直在这儿。哎呦，你先忍忍，我得想办法让她赶紧走。哎妈，你看什么呢？给你们看日子呢，你们这不要领证了吗？哎呀妈，你看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日子嘛，我感觉。你懂什么？听妈安排就好了。那就下周三吧。啊？